我靠，这能一个都没死，厉害。对面也是挺厉害的，这居然能一个都没死。你们没死，我这舒服了，我拿了个一血。回家了，你手机还用吗？来个耀光，把它卖了。最尖儿的猴哥，别急啊，我看谁的尖儿。谢谢发面饼卷烤鸭的飞机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怎么的？你们有点卡呀？有点卡，我调高是。剑为啥用的那么用力？习惯问题。可以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那铁人哪去了？我上边点烟都没浇，我直接一上来干他。你真要跟我打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小伙子！妖怪哪里跑？你不会真的要这么多兵还跟我 A 吧？再见啦！我要来一层塔皮。这个多少钱啊？2600，差500。既来之，我试一把吧，没除过，不知道效果怎么样。太晒了，蓝脸汉还行吧？哎呀，敢敢担担吧。斩老孙一棒！不上来了，不上来就算了。不上来我就卡兵线了，小伙子，我这喝粥呢。为了你们，我连早饭都没吃，我吃个鸡蛋。哼，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没房子。
人没了。此地不宜久留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销声匿迹了。好的，小反甲那不好使呢。不过蓝确实不太够用。这把我试一种出装啊，我看看啊，我先来个西蓝刀，来个西地海，不行，这西地海肯定是不行啊。西蓝刀配，就我觉得西蓝刀配三项也行。不行，西蓝刀配不了三项，这两个玩意儿不共享。但基本上蓝不缺了，就啊，不太缺蓝，但是这个虚区确实好像少了一点，虚区不算那么特别高，一个 Q 没打掉多少血。拿着也不能过来干啥玩意儿呢。那简单咋不放 Q 呢？哎，我先闪现躲他一个 Q， 他也不放 Q。有些兄弟可能会觉得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不等他 Q 放了再放呢？我说实话，我可能会反应不过来，我的反应就这么点儿。就这么多，我不是很相信我的反应，我比较相信我的意识。我比较相信这种提前量。你别打，嗯，嘿，大甲猴呀，我怎么死的？用技能打着我了吗？可恶啊，好的。哎呦我操，怎么感觉你俩都要死呢？哎呀，情况不妙啊！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，情况可不妙啊！他213收了三个人头，变成513。既来之，
别当下路。哇，下路换人了，全打过了，我没想到啊。这机器人有秒表怎么办啊？不行，这来了也没有用。等会儿 AD 吧，勾引一波。等会儿 AD 吧。开干。那德莱文打了半天在打谁呀？啊，他在打机器人。你这么玩不行啊，我们这去下路还搞个他妈二换一，那能行吗？那波比全技能。先来个水银海吧，我已经没有任何装备了。哎呦，靠！来啊！来啊！吹的是真威呀！不行，人太多了。受不了！我大招70秒，这波大招都没好，都差2秒钟。哎，我大招好了，他妈全得死！真是挺烦的。能不能讲讲出装思路？没啥思路，你就喜欢出就出，没有啥思路。小龙，小龙不给我来这下路这几趟，没有一趟是打赢的，难得要死。去啊！哎，那铁人又来了，我操了！真他妈的是烦。还有个送死的在这儿，你不杀他还不行。你就这么难打，怎么就这么难打？出个蟹手吧，先去打个红的，1615的。走个位呀！1000。出装
红咱就先不打了啊。这套装备是什么呢？蓝不缺，有青线，蓝不缺，就这么点东西。要不正常，你不缺蓝吗？这就不缺蓝吗？有的时候没办法，有的时候先调，可能调不来。Shut down。嗯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挺好，哎，挺好，你们打吧。那冰女儿美甲窃魂院变成五层了。一点蓝不缺，你怎么清线它蓝也够用。你俩在干嘛呢？你有塔不守，先来个蟹手，攻击速度太慢了。那猴要什么攻击速度？怎么的呢？哎呦我靠，直接踹你上去卖一波。那不能给他们都放跑了呀。上去卖一波也行，那瞎子人呢？哎，这也能给他跑了，我靠！哎，简直了，我的天哪！你又不值钱，卖一波呀？你让他上，你得让他打你，你才能把他留着，把他留着多合适！你说你11163的，还没点奉献精神，还他妈搁后边说的，说啥呀？等收割呢？哪个人能让你收割呢？你还点我，我操了，我他妈都没点你，你还点我，你像个人了你呀。不去了，那少俩人去了干嘛？黑切吧，我来守中啊。大龙那人群之中，那老些人我都不知道那螳螂咋死的，人家瞎子连大都没有，把他杀了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死的，就这么个玩呢，点我呢，直接打没事，他抢不着。我追着你们俩打。这我得过来了。
天打龙亚索要死了。不打了，走了。先把这波比杀了，来个冰女。你们不用上了，我收他吧。蠢，简直是蠢，蠢到家了。这时候就别 K 头了呗，非得要拿个人头，拿不拿又能怎么样？你就让他平白无故多巴掌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怎么的呀？这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用啊，我这右的一撇。我有和血战斧，那冰哥我小追他一下，然后我们推中，让他回家，别回那么快。不能打了，哎，我这怎么被出的呀？叮，我可血战斧，卸手，卸手呢？先把蛤蟆杀了。我有可血战斧啊，呀，喷他 Q， 你厉害吧，厉害，厉害。正好我们一波喷他 Q 拿下比赛。